し5分前に戻れるなら何をしますか。私はさっきの返事もイーストしたい。どうしてあんなにそっけなくスルーしちゃったの。あなたの前だとなんだかうまくいかない。Hello， 我今天要出去吃饭，然后晚上约了纹眉毛的店去做一下我的眉毛。我现在等车。天气好好哦，春天到了。あなたのそばにいたくなるそんな日でした。ねえ。找了一家这个日料店，招财猫。哇，好多海贼王哦！店超级二次元，海贼王呢？しますか。もう少し優しい顔で笑おうかな。そして目が合ったらもっと笑おうかな。それならきっと初めからうまくいたのに。でも人生は奇跡の組み合わせ。一つでも違う。もし出会ったあの日に戻れるなら何をしますか。やっぱり私はあのまま変わらなくていい。ねえ時間は巻き戻せないけど何度も何度もやり直せばいいよね。明日同じ場所を歩けば隣で笑ってくれますか。到家了，看一下，现在还是，因为刚刚敷了麻药，我感觉这块还是没有什么感觉。他们有给我一个护理包，里面有一些生理盐水和创口贴什么的，还有一本手册。前两天要用生理盐水湿敷一下每天，然后这样会利于消炎。这两个是生理盐水。我做的是顶级的海藻颜料，所以我做完之后当天是可以碰水可以洗脸洗澡的，不用担心会碰到水就不好什么的。做完眉毛之后第二天就可以正常的化妆了，只要注意一下不要让粉底液啊和一些卸妆的产品啊碰到眉毛的地方就行了。好了，我现在要去洗澡睡觉了，感觉这个眉毛都动不了，已经麻木了。之后呢我会连着几天给大家拍拍视频，看一下眉毛恢复的程度，记录一下眉毛每天恢复的样子。晚安。今天是纹完眉毛的第二天，我今天要去录歌。现在已经到了录歌的地方，那我们先。好了，叮，两个字。
个充电宝。所以普通展台的话，现在就用的是几个三大保险板，然后扩大一点。肉肉肉肉。已经开始到家了。其实眉毛已经也恢复的差不多了，我打算过几天去染个头发，然后再做个指甲，就准备出发去日本喽。